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剧场里面藏了多少的台北男宇宙。徐哥在前面，我们去问一下徐哥。徐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请问你几个问题吗？就是，请问你是台北男女吗？我住桃园。哦，徐哥很幽默。那徐哥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觉得你是什么？我是巨星，离我远一点。Hello， 美女姐，请问你是台北男女吗？崇哥，请问你是台北男女吗？我不是，我是靠北男女。那靠北男女一路靠北走，那怎么样？靠北男女，崇哥，我可以请问你，你有什么想对台北靠北的？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乡没有大卡层，因为都坐办公桌、办公椅，动起来跟着老师动，崇哥真的是很幽默，谢谢。